家好，我是胡思娜，现在学习三食物技术文凭的学生。你们是不是很惊讶呢？我可以讲华语，其实我是从幼稚园开始学的，自我小学毕业。今天来给大家看我写书法。今天我写的书法是学无至今，所以学无至今的意思是在学业上没有尽头的。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准备的视频，来，大家点两次给我一个 like。